东西能显示出来就行，无所谓。这样。2.4公里，我们才走了1.5。之前一直都不敢来冬天爬山，因为觉得有雪的路感觉很滑、很危险，又冷。那这次第一次挑战冬天有雪的这个。其实比我想象的还没那么恐怖，因为这个雪是软的，所以走路时候如果摔下去也不会疼，而且有雪的话它这个路更好走。就是它脚上踩下去是很软，第二就是它那个很斜的地方，你可以走那个有雪的地方它就不会那么陡，所以我觉得这次爬山比我一般夏天爬的还要快。其实我今天穿的并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冷，手脚都是暖暖的，所以其实冬天来爬山还真的不错，而且也没有蚊子。